嗨，向往事道别。嗨，书无非的解手工具人。妈，在吗？快点马克，你在这边接个妹。真的是，快点嘛！对。你那要不要忘记？哈？那你想要这个男的？那重新看嘛。欢迎南香哥。懵不给人家光着嘞。欢迎茶城哥。去买箱子，阿妈我是想回了家。啊，我是想回了。问这个别墅出租吗？怎么可能会出租啊，小鼠哥，这个是我们亲戚家亲戚家的，他家还没有盖好呢，都还没有建好，外面啊那些地什么的都还没有开始弄好，还在建设中。你在想屁子？盖好装不租啊，人家盖好肯定是自己住啊，谁盖房子盖好了来租呀。你个老六，今晚这么困难啦，走啊。妈妈留一夜，我吃哪吃他们自当你哪来吃他们。刚刚我妹住火锅王子住忘记啦，租了跟鸭子当邻居，我才不给你当邻居呢，谁要给你当邻居？你在想屁事？呸！走，你帮我拿靴子，让我妈帮我长一下劲，我要开车。嗯。
南昌的嘛，苏州，就苏州南南昌那边。对了，耶！走吧，啊，这边的，我们听呀，有啊，看嘛，好流浪人，这边这边，这边听有声音，是这边吗？欢迎海洋哥，欢迎仙剑哥，都关门喽。欢迎雨墨哥，不压上。哦，就这边这家应该有。看到三星 S22U， 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欢迎错贝蒂哥，他们都要关门了，我们才来买。我指的是日明月的8500啊，那个手机吗？直播的手机吗？应该是你这张牌啦，这么逛吗？这应该有一道面那种，哎，放这里吧。烤坤写了烤酒，这样的。嗯，你来进来。嗯，本这里我先蹦的。你来，进来。好了，很好崩溃。面在那老弄不弄？阿妈做也，是啊，做不上，就撞了。这个是裤子吗？那就撞了啊！我不要方便。裤子有的。那咋的上啊？看来哦。很简单。你咋吃去？咋发动机油啊？想咋发动机油啊？啊？想油上没油？想他们刮膜啊？都是油的。啊，都是超级小帮的。嗯。油也行了，咋把帮我用的？那都是就不用那种自备的，不买了可。那就买了可吧。嗯。就一张瓷器的，一张瓷器的，一张瓷器的。一两张吧。
还上床睡一个。刚刚我同学漂亮吧，漂亮吧。俺们香在那地卖。不有的。还流沙哥。哎呀妈呀。欢迎泰国万哥，欢笑吗？不是啊，这是蒙塞，哪里看看？这是蒙塞哦，蒙塞，还乐自成。嗯，忘记了。阿妈，你这边有点香，这边还有，这边应该也有吧？欢迎红哥，李小牛，有没有看到我？我鞋子那个真有。哈？我鞋子那个真有。哦，知道裤子买也有卡的。我这边已经完全天黑了，我们这里还没有黑啊，我们这里还很亮，超亮。香那么花容起来吧。吐。我闻我朋友啊不？诶，嘟嘟看，扶狼黄灰逢飞防灰红，怎么了？你要等我那个，我闻朋友怎么交友来不呀？哥，不郁闷呢？欢迎社会王哥，欢迎冷萌哥。诶，香，那个香老挝语怎么说来着？Thank you， 我忘了香老挝语怎么叫来着，是叫兔还是什么？不用克隆，对吗？我这不是叫我王子，我没有朋友，走了走了，去阿才会看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欢迎2017哥哥，欢迎克隆哥，欢迎5800。这里面应该有吧，阿妈应该这样会问啊，怎么叫来着？叫，感谢2889七哥的关注，欢迎大头哥，我真的是对自己无语了，我居然连香叫什么都给忘了，去问一下小牛。欢迎冰，一冰，香你怕啥老抱着来了？香你抱着来了，吐，哈哈，OK。哥们，我看到那两个是中国人，我看到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报警抓的那两个中国人，那时候来我们基地来敲门的那两个。老挝夜场啥样？夜场是什么？狗狗，啊？3880个叫兔，兔，不知道叫什么？欢迎水星哥，感谢随缘。兔，不玩哈。夜店，酒吧那种吗？夜店和酒吧有区别吗？Me too, bo. 都压下了，被骂的。本米本在的哦。哦，对，包掉了那个。欢迎琪琪是狙击。对。啊？需要我们打打比赛。比赛还有吗？你把众人袭击了？什么叫我袭击啊？是他们变态大晚上翻墙进来哦，来敲我们门。
发现是你的益达呀，所以我们害怕，我就报警。欢1539哥哥，从自家看还应该一碗鸭老六。谢谢居居哥的荧光棒，你是哪个老六呀？这不会是豆哥吧？也不像是豆哥，我想一下，在琪琪那里的话是，哎，谁来着？完了，我忘记了，欢迎改名中奖哥哥。我问一下有没有，你跟老六，快报上名来 ，I'm too 不？要不又和那家孩子们家，他俩关了多久？没有关啊，被警察警告了而已，警告他们再骚扰别人，就那个啥了。这到底是哪个老六啊？这家应该有吧，迷魂包有人吗？迷魂包还三分钟热度的，没有人。迷兔包不 UM 啊，那上面应该有，可爱的抗炎呢，早班呢。看李色哥，欢迎460哥哥，去菜市场旁边看有没有，这里没有。哇，这个太阳好 nice 啊，兄弟们，照在脸上好舒服。欢迎隔壁一加一，你妈不会说老语，不会呀、啊、我妈不会老语，也不会中文，我妈只会汉家话，因为我们老家那边是一个山咔咔嘛，大山里面以前也没有学校啊什么的，所以说就只有自己的语言，就没地方学老挝语，也没有地方学中文。小手哥好，这老六到底是谁？欢迎蓝羊哥。老话听得懂吗？只能听懂一丢丢，能听懂一丢丢。哪家又有啊？是啥村？应该有啥？我可不是。欢迎冬天哥。去这家看看，欢迎启明好。所以说我们老家出来的很多人，他们都不会中文，也不会老挝语，就只会那个汉家话，很多这种。这家应该不就是猛烈光出来了，走吧走吧走。欢迎927哥，我们去菜市场旁边那家看吧。呀，老六傻了，我才没有傻呢，你是不是豆哥？说啊，你是不是豆哥？那是豆哥，应该就是豆哥，就是你豆哥，肯定是你。欢迎清风哥，豆老六肯定是豆老六，豆老六居然还改名字啦！那个老乌龟怎么不播了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哥哥，我也不晓得。欢迎于晨哥。哈？你才是老六，你是老二。啊，没什么活啊，还空白一个。什么没活？几万五是什么的？我也不知道，给我外婆买点啥。给老人家一般买什么？咋回来呀？猫哥又把号给我拨了呀。那我把手机给我妈了，等会再唠嗑。老二，你个二货。好看了，
谢豆老六的心心相印，感谢豆哥的小画家，这是黑张卡的名。你不要抽这个吗？你要抽那个，可能是你走才不是。哎呀，欢迎回来，欢迎哥们，我等会再跟你们聊，我开一下车。不是豆哥，怎么可能不会是豆哥呢？欢迎大道于真哥哥，大道真与安静，不是豆哥，到底是谁报上名来？对呀、啊，老师飞来啊！你快跟我说是谁嘛！我这样整的我好好奇啊，我今晚都睡不着了。欢迎新进来的哥姐们，关注帮忙点点，我自己是东南亚老挝，我们是老挝妹妹。感谢进来哥姐们，谢谢一生哥的小画家，感谢一生哥，谢谢一生哥，比心，谢谢一生哥的心心相印，买点香，谢谢叉叉哥的吻，谢谢一生哥的小画家。应该又出去潇洒了，哎呀，到底是谁呀，居居哥哥，告诉我行不？我真的好好奇。香，我也想回老家。谢一生哥的小画家，感谢一生哥，谢谢，欢迎 Sim， 一生哥大气人，欢迎鱼沃哥。没事，蹲家里喝，别捞。一个飞机炫一瓶，好买卖。一个飞机炫一瓶的话，一个飞机我就那天就动不了了，我就睡着了。算了，那超值啊！咱都捞超值，中不上。中不起。这不是红黄一种。嘛那，本身那是凉，很不妙。我买那玩，这不是。我买那，没得少买那玩。你在外面，在那边呢？当值之重。嗯呐，要多少？19G是谁的？对呀、啊，我当你会说我会劝到你破产，不可能，我酒量没那么好，叉叉哥。哎呀，告诉我吧，我想想，我模模糊糊有点记忆，到底是哪个老六呢？看琪琪的，到底是哪个老六呢？再来，亮了不？我妈一脸懵。终于，为什么我妈是双眼皮，我是单眼皮？我真的很不服气耶！欢迎停留哥，啊，快点！你是捡来的，你才是捡来的！欢迎光辉哥。
你爸爸是单眼皮，那我为什么不随我妈呢？就去罗拉庄。我为什么不随我妈？万一三眼皮，单眼皮才好看。我想要双眼皮。已经没什么集中伤，我是为没有照顾没了。没什么的了。真是这样子。哎呀，这样子，啊，我家里为什么拿来就照顾嘛？照顾就买了。我先撤了，你一摸走，我还摸北葫芦啊，是这家，这家啥？等拖拉下边，这是啥什么？给住什么文山月？就卡带电话卡装的话呢，有时要开不开的。闷的话，嗯，卡拖吗？หรือว่ามันยังมันเตือนจะเนี่ย？แล้ว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เตือนมา？หนูคือว่าแบบโทรแล้วก็ไม่เตือนแล้วก็อยู่อีกนึงเราติ๊กเข้าไปแล้วมันจึงเตือนรหัสโทรศัพท์จะได้มาแค่ตัวแต่ว่ามาช่วยทั้งสูจีท่านั่งชิวท่านั่งสูจีมาอย่าตัด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ตัวผู้นั่งก็ใช่ดูค่ะ这个以前我用的就是这一款 vivo红色的那个，怕色的那个，从新疆到了我是在大连打的工，怕色的，然后拿到。那么的，欢迎，欢迎天地的苹果吧，苹果吧是什么？这个吗？这个是翻新的吧？前面全部是高明的。บอกอืมนี่เขา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โทรให้บอกมันเป็นเลยอยากว่าหนูอยู่ไหนจ๊ะจ๊ะบอกว่าโทรที่นี่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เตือนอ่ะ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เครื่องมีแล้วผมมันจะต้องยังเจ็บใช่ไหมใช่ไหมเป็นมันสัญญาณเน็ตอันนั้น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เป็นน้องโทรศัพท์มันสัญญาณเน็ตมันโทรศัพท์ตัวนี้สัญญาณเน็ตไม่ค่อยดีมันเป็นไม่ได้ปะตัวนี้เราไปสร้างเปลงมันขึ้นกับเครื่องรุ่น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รุ่นโทรศัพท์มันเนี่ยด้วยสเปครุ่นมันต่ำมันก็ทับสัญญาณจะซาลงน้อยนึงเขตพื้นที่นอกนี่แห่งจะทับลงอีกซึ่งผมไม่ใช่ได้ติงฟ้าว่าติงฟ้าค่าจะต้องตัวอันตัวโทรพันกว่าไม่ได้เองตั้งยังไงตั้งยังลงใช่ลงโทรบ้างได้ติงฟ้าว่าไม่ได้เนี่ยมันไม่เข้าขออภัยเลขหมายที่ท่านโทรหาอยู่นอกเขตบริการ sorry
呀，全都是苹果。你们猜多少钱？135万，就是，600块钱，600块钱的苹果吧，600块钱的苹果吧。光线怎么这么暗？130万，对呀，600块钱。这个是什么手机啊？啊，留你带吧，当托一。他托喝不了。少侠哥的大旗。เป็นน้ำเบอร์น้องดิเป็นน้ำเบอร์น้องตั้งคาคิดน้องดิบ่ได้ตั้งบ่งกันเอาเบอร์อื่นโทรเบิ่งถ้าโทรหาเขายังได้ดิบ่งเบอร์มันบ่ถือเนาะหรือว่า一个大旗多少一个大旗没有多少龙头的一个大旗是一毛不换了，我知道你这张打着过，得日行了，我打都打不得我。零三零我打不得，就零三零不是。你把他名字说一下。我们呐，你不早说，俺们打得进来啦，他们打不进来，我是比张比我谁才打比我。那危险，不是那我比我打不出，比我打不出。我发呀。谢谢三爷哥。啊，到有了号码你去给打过吗？打我。零二，咦，怎么有两个零？零二零九。比他嘞，他嘞。那么得啦。那得行，那你能打不出？你打打了。你靠山，你们变成山羊呢？我妈这个老六。对，靠山的，看完变脱不哦，皮薄。哎，不是，明明好好的，我妈让我带下来看。那我打都想打不出的。怎么打不出？你再打哟。你打呀试试。真的是。我妈这个是什么什么牌手机啊？杂牌都没有什么牌。你带呀，就是喂，这个是喂好吗？那我现在穿那些号码给我在我。那人了嘛，打得进来。这个真的好嘞好嘞，走了走了。你打那壶嘞，好了嘛，回家打儿子，然后马上打。你回家你打不出来了。那。你打不出来了。打不出来，你写字文字，你应该给我知道你打得出来了。零三两公打不来个呢。没不放了，你放下我了嘛？啊，过了电话卡，你放我过嘛？啥嘞？啊，我打不来，啊，我卡不有，有些怎
那我当打打，我一想我还不放了啦，哈哈，都，那微信卡我还不放了。我们的微信卡也不是零上零轮打。那人家他们零上零，他可是放打了打电话。那你不放，我打零了。放了啦。俺妈这话就是零上零卡放了嘛。放那可嘛呢？你放你我嘛，就我那你放呀。反正拉了那我看嘛有，还白嫖个，还老伙伴个。打不来侬不要打什么腰子骨的哦，人家打过个没。很喜欢一个来吗？又来了又，来不及了。欢迎不问归期，欢迎阿兰哥，欢迎医生哥。唉，累死我了，一天天的累死我了。
很可惜没有如果。我想去洗个头。哎呀妈呀，饿瘦了这两天，还轮子哥。谈笑看风云，问一下小米他们还来不来。谈笑往事道别，鸡蛋啥的啊。阿成，阿成，你怎么不出来打吊呀？阿成，阿成，阿妈这么都不来真丢哎。欢迎兰州哥，他这么出去哎！我还说不正经，我还咋知道？欢迎美滋滋。说两天嘛，我本来要跟他们那算来不？叫我怎么不来跟？一方面雷猫上榜，事情你还不下来啦？妈干，这日还不来呢？伤都伤，每天都伤。说，我放的，你忘了是啊？可以啊，能喝，欢迎张大哥。哦，这个是这样的吗？啥子方面？哎，我没学过网剧吗？没听过有哪个吗？你咋？有谁？有谁？有谁偷两个我妈的个苹果？在哪里？偷两个我妈的苹果。欢迎大海哥。这是他们卖的，买一个大的。还二十元。一个大的炸炸苹果吃。怪你。你别动我单牛！怪你，要是你把我公公带走了，我饿了一天了，我真的。闭嘴吧你，不想听你嘚嘚嘚。然后跟这个维 C 一起榨汁喝，肯定很香。维 C 加苹果应该不会中毒吧？还逍遥哥。苹果。感谢逍遥哥的关注。把我的两个鸡蛋砸进去。
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今天好吃些了，鱼、猪肉、鸡蛋。对呀、啊。锅呢？啊？你别说，别我一把锅带回来。对呀、啊。你们带回，你咋没带回来呢？你忘这个筷？哇！别动。刚没有动。别动我。那时候我还是这样讲的。欢迎幸福的胡子先生，欢迎零零幺。原汁原味大苹果，后面送你一块，欢迎潇洒王。玩玩看一个，欢迎大姨，欢迎永远就一级。榨汁机，一秒捡起来还是干净的。我开始吧，烟囱的花，我开始吧，我请你喝酒吧。哎呀，苹果汁，榨汁，这太满了，会不会榨不起来？嘿嘿嘿。欢迎喜欢编织，欢迎新建哥，欢迎九木哥。感觉这个炸不动，这个放白水好吃。我加点水看看，应该可以了。哦，太多了水。应该可以了，欢迎国产哥。太满了，完了，翻车了。请欣赏我们的榨汁机，看一下。
这没电了吗？啥玩意儿？这是没电了是吗？就是太多了，转不起来吧。把它丢一点点。再拿掉一个。坏了，应该不是坏了，是没电了吧？这个不知道是没电还是太多了炸不起来。对，我只炸过一次哎。我把苹果拿掉一点看看，现在应该可以了。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妈呀！完了，它轮不动啊！搅拌一下，不行啊，这里。开风琴没用的，开往事随风。看一下，啥玩意儿？这是一点都没烂啊。欢迎钥匙哥，什么玩意儿？不行，打开重新来。应该是水太少了吧，我们再加点水看一下。嗯，现在有水了，看一下这次还能炸得好吗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可以了，看都碎了，该死，成功。这次应该成功了。欢迎旭峰哥，准备开席，开什么席呀、啊？已经成功了，看到没有？欢迎闲来看看直播，已经可以了。你看，哦，画了画了，不错不错，我很满意。看到没有？嘿嘿，变成苹果汁了。我们尝一下，倒出来尝一下是什么感觉？看到没有？我很 nice。哦，买了，啊，真香！这怎么听起来不像是鸭子的声音？怎么不像啊？我又没有嘎嘎嘎，肯定不像鸭子的声音，像美女的声音。我们尝一下。Ooh.
哦，好的妈呀，这是什么人间美味，太香了。喝的，来姐，你先尝一口，不怕你谋害我，尝一口来，你先，你看你越放这支歌，我更慌了，对呀、啊，卖、啊，你还艳丽了，杯子来，我给你倒，没毒吧？怎么可能会毒啊？这是我榨的苹果汁，你看。好吃吗？有没有加添加剂？你、嗯、好喝吗？没添加剂不好喝。他的目光不是他的目光，他的目光好想好想星星发光。好吃吗？啊，一口就没有啦。嗯，这也太好喝了吧！那边有鸭鸭的口。口水怎么了？我的口水他吃的还少吗？再给他洗啊，这个应该不能洗到这里吧？应该不能洗到他。应该不能洗到插口那里。放僵尸道长吧，我不敢，我害怕。洗干净了，阿成变白了，大黑猪变成了大白猪，是不？是不？听说这丫丫身材很好，听谁说的？是哪个老六造的谣？是哪个老六造的谣？咱就是个 A 呀、啊，兄弟！咱就是个 A， 潘十三要不，不要逼我脱衣服、哦。我口红都被我吃掉，我得化个妆。化个妆去上班。我们去别人那里可不能像自己播这样素颜。我们给自家的老六看的素颜可以，但是去工作的话还是要化个妆，仪表什么来着？尊敬。他的眸光，他的眸光，好小好小，星星发光。我们以前在老家经常在那个电视上看那个僵尸片，就是林正英主演的那个，贼拉刺激。没了。鬼新娘这首歌叫。欢迎冷戏。可爱，哇、哦！你在说什么？我想去洗一个头，等会儿7:30下播去洗个头，洗完头化个妆，然后洗个澡就去上班了。林正英小可，我们几岁就看腻了？啊，我小时候我也看，我那个我7、8、9、10岁的时候天天看，我就是看林正英演的。他演的那些僵尸片我都看过，毫不夸张的说我都看过。小时候经常在老家看，我们老家就在山卡卡里面，看完之后晚上上厕所我都不敢一个人出来，我都是晚上上厕所我都是让我妈送我出来，然后让我妈守在厕所旁边，我在厕所里面上厕所。你今晚去的是什么班？打工人。哎，钥匙哥你别吓我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去小米他们呀。姐姐微信来了，蹦萨卡拉卡。我们今晚穿什么衣服呢？
厌冷系的观众居然去夜总会上班了，你觉得我这个条件能去夜总会吗？你觉得我这个条件夜总会看得上我吗？你觉得我这个条件夜总会看得上我吗？这个衣服是这样穿的，顶。但是那边不能露肩，那边不能穿这种露一点的，不然这个是这样露的。皇帝的新衣，我怕我穿皇帝的新衣到时候那个啥。你才瞎了呢，小柔哥，你才瞎了呢。那一回事，等我涂口口红就是美女了。等我涂个口红，看到没有，涂了口红瞬间气质又上来了。皇帝的心意我知道呀，说不定还没有呢，要死哥你骗鬼啊，没有你别乱说，你说瞎不瞎，你真瞎，你都没有看到我的36D，你真瞎，你真瞎，兄弟！臭美，我好喜欢我这件睡衣啊！我感觉我的所有衣服都比不上这件睡衣。看到没有？还有耳朵，我说还有耳朵，哪吒姐姐好，他也是我一群人，还能列九个，我怎么感觉我的鼻孔一个大一个小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换上这边充，看一下陶小米他们来了没有，一直说是先不来了，还没呢。我真的是会气，上班这么不积极，这些人。服了呀，每天就只有我和小米上班，就不给我和小米。讨厌，真是方便进方便出。就我和小米连私情都不来了，都不来两天了。欢迎舔狗哥，开除，给我们开除！欢迎小沈哥，啊，怎么办啊？就我和小米怎么播呀？思晴他们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那我们如果我们也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就好了。主播我饿了，吃饭，去找男朋友了，所以不来了。咋的？欺负我们没有男朋友是不？啊、哦，我有26个男朋友，我直播间的都是我的。烧饭，我刚吃饱，我刚从小米家吃饱，不烧饭了，今天不吃饭了。请当我不存在。你是一号。要死哥，你是一号男朋友，你是一号，欢迎叶子户外，真是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就扣他们工钱，扣他们，想来就不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欢迎，我还在这里，你啦，小朋友，你不是大叔口味，你说什么？你叫谁小朋友？我是大朋友，我多成熟啊！我是大朋友，看到没有？
三月没啥收入，怎么没有收入啊？有收入呀。那咱们也不能一天没有收入就不来吧，这种东西它都要日积月累的呀。像我以前去表哥他们那里，有的时候也没有收入，我也天天去啊。还有十多天就出发了 ，come on come on， 啊哈 ，come on come on， 别闹小王，我哪里小了？我不小，我很大，我36D。别动不动就脱衣服呀！我什么时候脱衣服了？我这是热啊，我还根本没有这样脱呢。欢迎生哥，姐姐微信来了，受不了了。这是什么？我想洗头。我后面是空的，铝空。镂空的，我后面是镂空的。看，我们是小蛮腰，你要说我是小朋友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咱这，哈哈哈！看到没有？我去吃饭，我不是小学生，我高三了都。快回家去。好冷啊。兄弟们看，我家的桌子多有个性。来我家吃饭，我拿这个给你们吃。欢迎旅行者哥哥，欢迎新进来哥们，没给主播点关注的，我关注点点哦。这是东南亚老挝，我是老挝妹子，用那个跪在地上吃。什么跪在地上吃的？席子吗？我们家不跪在地上吃呀，我们家是在桌子上吃的。感谢小沈哥的关注，感谢老六的关注，哎呦，欢迎小果哥。对岸在摆呢，风雨漂泊的残留在地上，戏子多秋，可怜一路青山秀。看再不展个，哦，要洗碗，要洗碗了，我有肌肉的看。喂，哈，哪里有什么几个妹子啊，就我和小米啊，我们今天去找了很多人，然后都联系了，人家停止直播都不来。到时候人家说我们把号玩坏了，弹幕天天骂我们。嗯，行。嗯，好。这美颜开的过分了，美颜发明出来不就是让人用的吗？小沈哥，哼。杨茶文的声音，对呀、啊。催我去上班，上个灯还天天上什么班？我要摆烂。我才不上班。哦，我鸡蛋糊了。啊！哦，我的鸡蛋裂了。妈耶！
我鸡蛋裂开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看一下我的鸡蛋。裂开了，去挖屎壳郎吗？去哪里挖？吃饱回来吃。这是我和小明买我俩煮火锅的，忘记煮了。只多少哦，把这个炸这个裂了的给小米，我先把我这个吃。小米来了，一起吃吧。我放在这里，把那个裂了给小米盖起来，把电拔了。裂的那个是小米的，完好无损的是我的。我可真是个大聪明啊！小米表示不吃，哦，你看是不是？他人在归途哥哥，小米肯定吃。拉近电子亮度，就你说这个吗？这不是真的，你觉得我买得起拉近电子吗？这个是那个我们那天参加婚礼的时候，然后去那个那里买的那个，就是那个商品店里面。才20000块一条，两万是中国人民币多少钱了？就算下来，20000是多少呀？小米不看直播，20000是多少钱来着？真的蛮好看的，看，但是它这里面掉色了，外面挺好看，但是里面掉色。欢迎灵魂哥，做工不咋样，还会掉色。然后你用指甲这一管，它里面掉色，里面变成白色的了。20000是8块钱一条吧？8块钱一条，谁给我翻进去？8块钱一条，妻子多秋。等以后我把腰子卖了买真的，兄弟们。等以后把腰子卖了买个真的，挂在这里，挂在脖子上，然后这也带一个，然后这也带一个。手镯30克，我别说30克，我连3克的都没有带过。我连3克的都没有带过，我感觉还好吧。这种东西的话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只要能带就行。这刚刚谁说美颜开的过分了？看，我把美颜关，我把美白关了。啊，好黑啊！我今天受不了，我来拉高。欢迎江户川哥哥。你们觉得老挝的金子是真的吗？我看到他们好多人在老挝买，不过老挝的好像很贵，我听说不知道是多少。真的，你需要现金当铺收的。沙金是什么？我对金子不是很喜欢，我蛮喜欢，我比较喜欢银子。我觉得那个银子更好看。金子的话，就是我们参加婚礼啊，或者是一些重要的场合，然后。买个假的来戴一下就可以了，买个假的来戴一下，买个假的戴一下就行了，一碰就碎。真的话，你戴了你还容易被抢，对不对？还有10分钟，看一下小米，我想上厕所。保值啊，保值。保值是什么？保值是什么？这女的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欢迎我老挝的黄金，我估计国内金店都不会收，为什么？纯度太低了，我听他们说中国的那个纯度低啊，老挝的应该蛮高的。我看到街上，今天我和我妈去买那个香纸嘛。路过那个金店，我看到那里写着是纯度是99.9%，哦，99.9%，99.9%，他那里写着。不接我电话，你有种你不接我电话，还会这个。看我这个也是大金链子，欢迎剑侠情，看到没有大金链子，这个是
这不是金的，这是银。小米表示双手没空，一个老六。嗯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一个个两个的都不来。哦，好冷啊，今天。看到没有，我的锁骨。你们说我胖，我胖吗？我咳嗽了。思琴，那个叫思琴，他们就是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就是没有一点职业道德。他们上班太轻松了，我真的，我感觉老人上班太轻松了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又不来。我和小米就苦逼兮兮的，天天的那样。我和我再喝点，不是另外一个紫檀吗？你说的是紫檀？长进的，长进的不就是我吗？长进的是我呀，你不是老挝人吗？我是老挝人，但是我说的是大部分老挝人，我是汉家呀。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你走后立哦，春丽，不想说他，我们不要聊关于这个人的话题，好不好？僵尸哥，不要聊这个。闹掰了，不想说，不想说。等会人家又要说来我家堵我了，不说了。小手哥，别说别人了，我们好好逛的，不要聊其他的话题 ，you know？ 啊，这个苹果好脆呀、啊！这苹果太甜了吧！你说你怕啥？那天也不是我说的，那天都是弹幕说的，结果最后怪我。你们那张嘴嘛，这么上班想来来，不想来不想来呗，你们能舒服不？我真的生气，我还骂回去。听听到了，想不到我两个班了。听听，想不到我两个班嘛，真嘛老天。这叫什么上班啊？这要是去国内上班的话，想来又来，不想来又不来，早被老板炒鱿鱼了。你不要说汉家话，我听得懂。我在说那个事情啊，我说，他说他今天不来，他喝多了。我说，他说他今天喝酒了，不想来。我说，你们真舒服啊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你们是在上班，又不是什么，这是工作耶，妈呀！工作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又不是什么玩的，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天天让我和小米播播播，我和小米怎么不见给我俩涨工资啊？第一次遇见阴天，却和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你懂你的特别。
真的，他们这种习惯的话，要是去上班去公司的话，迟早被炒鱿鱼。哥们，在你们国内，在公司上班可以就是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吗？哎，生气，不气不气，气死没人替。欢迎果实哥，欢迎胖虎哥。当然可以，那你们也太舒服了，你们跟他们一样舒服。炒老板鱿鱼嘛，汉中雪琪。第一次遇见一天遮住你侧脸，欢迎通达阿伯，欢迎是我跟豪哥。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，偶尔透出一丝暖暖的微光。有一道墙，我的爱会攀上窗台身旁，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。爱与莫哥蹦蹦萨卡拉卡，我们大陆你学的再好不如嫁得好。哪有，那我就不结婚，那我就不结婚呗。结婚了还要被婆婆虐待，被老公揍，我才不要结婚呢，结婚太可怕了。欢迎古道西风哥，一个人过他不香吗？一个人好好赚钱，好好自己过自己的，他不香吗？今天口岸开了，对呀，今天开了。你家肥剩女，不想结也可以啊。欢迎哲哥，欢迎不做大哥做大佬，欢迎大佬。中有老我是吗？你怎么知道这是谁？就是美女，就是靓仔。你在我在那边来来回回都看不见，我们还没有去啊，还没有到时间啊，这个还没有到时间，去什么去？我们明天我上课了，明天就是这个点播，我要跑空了哟，白天不播哟，白天我上课，白天我要去学校。欢迎三零帽哥，我们明天考试了，我好慌啊。明天第一天考中文，第二天考语文，考历史，第三天考政治，考地理，第四天考物理化学。七点半，对，老神七点半，老挝时间七点半。我连灯都牌都不想给大家抢。嗯，哥你也去那边了，我感觉安好。你也去那边看啊，你个老六。那以后可以不办了，我们就在这边好不好？欢迎温州哥。哦，我想上厕所，我听都不想听那傻子的声音。那个又不是老板嘛，过几天他就不在了。
过几天他就不在了，那个又不是老板，对不对？我们老板的声音还是很好听的。喂，大妈了，你还不来找我吗？有没有他不能在那里？欢迎姚三社里的风信，说话大舌头，我真的我也不喜欢他。说真的，我也不喜欢。雅姐以后都在这边播，这边还是按照正常的时间播，然后下播之后我还是会去那边播的。我怕就有人传话，不然的话我真想给你们说一下。我想上厕所。听声音很绵。我听他们说49岁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，但是看着长相根本就不像49岁啊！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他那个脸完全就不像49岁，他脸就像是，就顶多算是个30多吧，真的就很年轻，知道吗？欢迎恒星哥，他49岁，他女朋友18岁，666，他说那女朋友比我还小一点，他那女朋友比我小几个月啊！我的妈耶！他女朋友比我小几个月，你们敢信？那阿戴那个比我小几岁，哦，不是小几岁，是比我小几个月，像94，但是30多，可是他们说49岁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他们说49岁，他们在放烟花了，要过年了再放烟花。哪有那么大，可是他们都是那样说的呀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看到弹幕里都在说冷一次的时候，欢迎花草鱼，顶多34，可他们说49，等我来了让你猜我多大。钥匙哥59还是69？钥匙哥你59还是69？欢迎幸运塔哥，我不行了，兄弟们，我憋不住了，我去上个厕所，我马上来。小鱼，小生8年，8年是多大呀？48。我去上个厕所，马上回来，人有3级，拜拜。我回来了，我朋友的51缺个19，你信吗？我信啊。你都去哪玩啊？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玩，我也不想出去玩了，过年太费钱了，就待在蒙塞吧，太费钱了，我还是好攒学费吧。我时间不多了，不能再浪了。欢迎寒暄哥 ，biu biu biu biu， 欢迎空空哥哥。主要是没有地方好玩，我想回老家，我想回老家，但是老家没有信号，又直播不了。欢迎全全哥，我想我外公外婆了，我好久没看到他们了，他们年纪也大了，就是想回去看看他们。前几天我外婆给我打电话，给我整哭了都。欢迎白条哥。阴晴换圆缺，一身风雪。欢迎让我倒流。那个。等下哈。我接个电话去。喂。哎，来了。啊？我来了没有？我来没有。还没有啊，在整小米，不是还没到点吗？对不对，听我的话就是你开始整小米。你等着说的。嗯。好像呢，你挺好的，我就这样。大家开心就可以了。嗯，好的。好的，好的。等一下那个。
没空愿意的话，你们两个就过来就可以了。嗯，好的，我先挂了。你哪那么容易哭？我怎么不容易哭？我想外婆了，想外婆啦。那你不哭啊？还是你一种事？哥们，你们能接受女孩子比你们大几岁？欢迎长留哥，你们都说男生比女生大几岁，那你们能接受你们中国的人，你们中国的男生？最多能接受女生大自己多少岁？你要当瞧不起吗？三岁女大三抱紧穿入。你吃吃妈妈不弄啦，三年不回老家看后没良心。不是我不想回，以前的话想回去但是没有钱，但是现在啊我自己经济独立了，我有钱了，但是我有车费钱了，但是我又没有时间回去，所以说就是以前的话很闲，也很闲，但是那时候经济实力不允许。现在呢，有车费啊，但是又有时间又不允许。小虎们过年可忙了，人家都知道。所以说人呐、啊、总是这样，总是有各种理由，各种原因让自己回不去。回去要多少钱？其实要不了多少钱的，现在的话我有能力自己回去啊，因为我接触直播。但是以前的话，那时候我自己没有收入嘛，然后我爸妈也不在这里。现在又没有时间，现在我要考试，我还要上班，还要直播。佳琪他们应该不可能给我放那么久，宽三个，回老家起码要一个星期。要请一个星期，佳琪应该不可能给我放一个星期。欢迎老六，我小姨他们也都要回去，我也想回去。钱多到，那我就不算经济独立，我只能算作零花钱够了。过年不放假，过年放假呀，经济独立。所以说还是很大一点原因是直播改变了我呀，我要是没有接触直播，我现在还是个苦逼的高三学生。年少不知父母做晚上哎呀真的是年少不知老头好，错把小白脸当成宝。哥们不说了，我能接受比我大50岁的。还馒头哥，哈哈，小月在不剧本。白月光，白月光与朱砂痣，欢迎用户100个，欢迎新进来哥们。男人没有一定年纪，男人的实力。大50，我开玩笑的，你们觉得真的可能吗？大50的，那先办卡，星星哥快办卡！哇，谢谢星星哥的办卡，爱死你了，星星哥，你比我大100岁，我也能接受。给你们来首《白月光与朱砂痣》。哎呀，哥们，如果说女生比你们大10岁，你们能接受吗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如果女生比你们大10岁，你们能接受不？欢迎冬日限定女友。从前的歌谣都在指尖绕，得不到的美好。80岁也太大了吧，爱情。肯定行啊，别问行不行，要先试试。宝贝菲菲不就大你50吗？菲菲哥比我大50，我老的牙都没有了。你们这些老六，如果是刘亦菲的话可以。哼，我认真的，如果比你们大10岁，你们能接受吗？
不及当的波涛，也从不在梦里飘摇。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朱砂痣终难消，人不能知道。从前的明月照，你独自一人远眺。白月光是年少，是他的笑。说真的，我的话，80坐轮椅还行，比我大50岁，我今年也不到80岁啊，比我大50岁，我今年才18，那50、60，他才68呀，韩一熙哥，不是才68吗？哪里到80了，妈耶！装修的有啊，咱们的，咱们的，不能太多女人，这谁呀？这是老六。云南和对云南和老挝蛮近的，人均才73。白月光在照耀，你才想起他的好。朱砂痣终难消，还开心心来看你哥哥。第二天就老土，后天我就飞西藏买，去西藏买那干嘛呀？谢一西哥的荧光棒。你这是丈母娘在哪里？丈母娘在这里啊，不着急哥，你都不给我办个卡啊，你叫丈母娘。老挝平均年龄更低。明月照，那我外婆的妈妈今年，我外婆的妈妈今年，阿妈外婆阿妈多大了？要妈妈呢能他管男照顺，去你社住的，住的，哎呀有90，你们猜我外婆的妈妈多大了？我外婆的妈妈是去年去世的，去年去世的，她小年的时候，她去世的时候，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，不是，是去年二月份。99岁，快到100岁了，快到100岁了，还差一点就到100岁了。那是在我们老家的，就他很大的年纪，快100岁了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老挝人寿命短吗？因为老挝人很多，就是那种苗族啊、老腾族，他们不喜欢吃油。他们做菜都不放油，你们知道吗？所以他们不放油，然后他们年轻的时候一个个都很漂亮，就皮肤很好很漂亮，然后老的时候就特别老的特别快，他们不吃油，真的就不吃油，你们知道吗？然后我们汉家的话就是吃饭什么的跟中国一样，就是喜欢那种重油重辣重盐，所以说汉家的平均寿命会长一点，汉家的平均寿命会长一点。还打算删牌子，删个鬼被删，我又不喜欢吃油，你真油，要是跟你真油，你命油你不油天，不要吃猪油，要吃猪，对我们汉家都是吃猪油的，我们汉家都是吃猪油的，我们汉家就是自己杀猪嘛，过年的时候然后吃的就是那个油，一年杀一头猪，那个油就可以吃很久。然后那些苗族啊、老腾族那他们都不吃油，不吃猪油会老得很快的。老师哥，你要吃油。摸鱼扇谁扇我？快问问哥，陪你，我才不陪你。能活到一个世纪的人，我外婆的妈妈就差点到100岁了，快到100岁了。他还差几个月的就到100岁了，不吃油会变红。他今晚打牢，然后那个我们老家那些老人一般去世都是80-90岁，80多岁、90多岁。我们老家的汉家的都是那样的，怎样能加鸭子微信啊？进房管群喽，清风哥，一个粉钻进房管群。在老挝80岁还能娶到老公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在80岁的时候嫁过人。
钱也不行吧？有钱八十岁你嫁给他干嘛？他又不行了，你嫁给他干嘛？八十岁，别说八十岁了，六十岁都不行了吧？欢迎黑子哥，六十岁都不行了，还八十岁？就算你有钱，嫁给你了也没什么意义了呀。谢谢黑子哥的荧光棒，小米怎么还不来啊？打电话催一下。你说哪方面不行？各方面都不行。谢谢星星哥的荧光棒，以前的老大哥就不用礼物支配了。打你，都八十还想结婚？不应该是说你们吗？你们自己说的，你还不骂呢？喂，哈姆，快点！你快点！有个八十的娶了二十的，欢迎一梦哥，欢迎一梦。八十的娶了个二十的，六十多吧，八十才怎么娶啊？有毒啊！我感觉没有，七十的我都不相信，我不信。来安排吃喝，你跟老六清风哥，你都不给我办个卡。新闻说的，新闻的真真假假我不知道。我喜欢云养妹子，云养妹子是什么？欢迎罗富迪哥。那个杨振宁八十岁，二十几岁的学生。没办法，我错了，清风哥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不能办卡的还是老刘，能办卡的还是老刘。对呀、啊，我错了。靠妈咪，哈，都吃得了，不去了，你们吃吧。我爸不在呀、啊，我爸不是去你家地里了吗？回来了。回来了吗？老我吃了，再不吃了，你们去吃吧。哦，我爸回来了，爸比回来了。啊！哦，我的充电宝裂了，妈呀！看到没有？啊！我的宝，你怎么裂了？哈，不是谁子，是充电宝。吓死我了，时间没见又降颜值，你才降颜值啊，我是没有化妆，我都要去化个妆，吓死你。你个老六，小盖哥，你个老六。啊，我充电宝摔了，太激动了 ,sorry。可是千千万万千千千千个日夜，欢迎烟点燃寂寞哥哥。二十岁的家妹妹是不行啊，像这种别都拉满了，小朋友没有化妆肯定要拉一下，我化妆了我就不拉了，我就要拉，我现在还没有拉满，我拉满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才是拉满，这个是一半，看到没有，这么黑是拉满，这才拉满。行，那我想黑子哥我要灭了你，看第八男主角。哦，大伯给我打电话。喂，大弟。你到没？嗯，这是外卖什么单耶？阿妈，你是谁单？我打几个嘛？你第一次附近买的。把表面弄，我啥嘛呀？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把那个拉高，我把美颜，我把那个美型什么拉高给你看，我把瘦脸开出来了。
等会儿兄弟们受理。都拉高，把瘦脸大眼拉满，眼距拉满，黑眼圈拉满，瘦鼻拉满。哥哥们，我好看吗？顶级顶级美颜好看吗？这是什么妖怪？这是哪里来的妖怪？哦，好漂亮！哪里来的妖怪？眼睛这么大。哪里来的妖怪？老挝西港那么乱吗？西港是哪里呀？西港是哪里？你不是说，你们不是说我美颜少，美颜太大吗？这才是大美颜，兄弟们懂不懂？让你们天说，我以后就让你们这样看我。我以后就让你们在后面变形了，看筷子都歪了。发现露露在播，也播就播呀，跟我没关系，没事，随便别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还是把这个关了吧，太可怕了，我自己都吓到了。手千千万万千。我的大脸，我的大饼脸回来了，兄弟们。哎，我感觉我脸好大呀！啊，讨厌！脸怎么会这么大？真讨厌！脸好大，我感觉还是开了刚刚那瘦脸自信。这是换美妆科吗？我还把瘦脸打开。直播就是难在开口。我播了四个月了，我都还啥都没有。欢迎小鼠哥。我播了四个月了，我还啥都不是，我还是个白烂主播。所以说斗鱼太难播了。兄弟们，我那天看到有个女生，我看到有个女生站在那马路上这样。这个我要是我妈看到，我妈就啪。那个百烂主播微信加一下，你个老六。我在千千夜夜千千个。耶！太明显了，兄弟。不是寝室的没有。你看了几十期美白啊，姐啊，像我。这是飞哪里的？护照还在制作，我们你们那护照要很久。欢迎宁静致远情，这是我弟弟。来过来，来说老六们好。哦，老六们好。你进来一点啊，哥们，你们说我看美白的看我的皮肤和牙齿的皮肤，为什么牙齿看到美白还是那么黑？你上，台上照到我。为什么牙齿看到美白还这么黑？因为他没照到我，所以我。来照来，你看。你为啥那么？你为什么那么黑？你擦白粉了。牙齿可卷了，喝可乐了，天天喝可乐。我喝可乐，但是我牙好，不像你，牙齿打比牙真的是。我灭了你！你弟为什么会说国语？因为他天天跟我混在一起，他也学过几年中文。我会学吗？这不是有嘴就来了吗？你不要逼我踢你啊！啊，不然呢？有学不就行了。不行吧，拜拜。吃饭，你不想念那样子的话咋？大黑猪猴，还要真？哈哈哈哈哈！哪个说？笑死
小手哥说大黑猪好，阿森这里能忍，牙忍，牙忍这里能忍，牙忍大围裙，那是啥？牙忍，这里能忍。我咬一次的。那是我的蛋，不许吃。那是我的鸡蛋，给你一半呢。来，我来包。一人一个。什么一人一个？另外一个是小米的。不懂，我不吃的。赶紧给牙忍买一个一箱可乐。牙忍，你喜欢喝可乐吗？我不喜欢。哇，我信个鬼！我改了，我换了那种可乐喝了。还曾经不回去。阿曼。阿曼。这就肌肉。特么特么属于阿成大黑猪大黑猪。他们家成大黑猪。真的吗？他喝哦。磨刀一下，今天晚上我带你们。阿成在磨刀了，兄弟们。小手哥牙神在磨刀，让你叫他外南香哥。我妈说为什么牙神那么黑？我也给春花被送了。你才春花被送的呢。我才不是春花被送的。把米白拉低一下，太白了。看到你说发际线，发际线不是有点高，是特别高。阿神，他们说你能接受年龄比你大多少的富婆？我拒绝。如果是富婆，你能接受他比你大多少？因为我不叫富婆。那你要什么？白手起家。咦，就你还白手起家是？我不吃软饭。不吃软饭，那你接受你女朋友比你大最大几岁？我觉得我可以到五十岁再结婚。你五十岁结婚，鬼要你啊！你十八都没人要你。有钱要缺女朋友吗？结婚你？有钱也买不到女朋友啊，你有钱哎，这不好说。有钱你也买不到，人家要是不喜欢你的话本来就买不到。牙齿他们说接不接受男人。谁？他们说你能接受男人吗？我没有龙阳之好。龙阳之好是什么？你们看来你没看过那个小说。什么？不是龙阳之好就是不在不在的男的。你喜欢女的吗？你跟女的就有龙阳之好的吗？龙阳之好是什么？我查你百度看一下。我都应该没有龙阳之好吧？龙阳之道，龙阳之好到底是什么？你们不要一个人懂好不好？也让我懂一懂。你是别懂别好。就是拼。哦，就是男生和男生那种吗？牙神，你哪里学的这个词？灭啊！我在看动画的时候，他们说的。你哪里学的这种不好的东西？给我丢掉！不许学这种。哎，老六小小年纪学什么？班笑哥。啊，是你自个儿说的。我没说啊。说起比。你没有听说一句话啊？说起。心中无女人，拔刀自然生。所以说，心中无女人。你知不知道姐啊，心中无女人，拔刀自然神。心中无女人。嗯，好像你知道有没有女人。我没有女人，只有我。我提笔不为离愁。弟弟也是王冲。然后这天没有让他们说你是网瘾少男。我不是狗屁的网瘾少男，现在游戏都玩不了。哎，还整个防沉迷，现在想游戏都玩不了。阿姨会疼人。别说，现在真难过呢。我玩了半年的游戏，直接来一个防沉迷，现在玩不了了。来个防沉迷，活该！防沉迷就防你们这种网瘾少男。我又不是在中国，为什么被累到我？我真的又。很喜欢撒哈，撒哈什么？撒克。半年啊，你知道这半年我怎么过的吗？说话就说话，别动刀啊！我没动刀。哎，小米怎么回事啊？刚才说在开车，都还没有到。欢迎骑士哥。他不来嘛？你看他我来动车没不来。欢迎明月照我心。来动车吧。这骑车骑到太平洋了吧？骑了这么久。哈萨克。什么是哈萨克？我先去，我挂机洗澡哈。好，等到我马上就要下播了，老六。哎，我们有二百斤啊，我们有。我们去化个妆吧。我们有小米不来不能等了，我去我房间画。五十斤，对，五十斤。去我房间画。我提笔不为离愁，
只为你转身回眸，只为你不经意说分开，我要的爱还空城歌，骑士歌。阿姨会抱两百斤的阿姨抱着你，你能感到幸福。哈，不是说你两百斤，他们说两百斤的阿姨抱着你，你会舒服。为什么我房间光线这么黑啊？去拿点化妆品。没有地方下雪了，都。瑞哆嗦西拉西拉嗦拉嗦嗦嗦，拉西拉嗦，为你唱歌的那一天，花落的那一天，我怎么看不见？消失的夏天，我好想再遇一遍。洗澡马上来可以的呢，哎呀我们简简单单的撸个妆去上班了，你刮风还有个什么相亲节目，上什么班直播呀，赚学费呀，苦命的打工人，苦命的打工人要去上班啦。哎，这个怎么支不起来？尬聊班，对，要去上尬聊班，什么夜班？夜班是什么？哎呀，哪里直播？晚上不在这个平台。提蒙哥，这哪吒头看了就想笑，会笑，这是哪吒头多好呀！我可喜欢哪吒头，夜总会，兄弟们，我是88号祭司，把这个拿起来，我都看不下去，没办法呀，那个老板说。上票，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你看我平时都不化妆的，被他们逼的都得化妆了，不能穿裙子去吧，我要把裙子换掉，辣眼的其实。那边交给小米就好了，只有小米一个人不能播呀，因为其他人他们都罢工了，就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赚到钱就不来了。那些老六就真的很烦这种一点责任心都没有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还要多久你头发没有搞好？对呀、啊，我头都没有洗进去，都没有来得及洗。看至尊宝哥，但是你要去找别人玩，你可以就是下班的时候去找嘛，你上班的时间你还是得来呀、啊、毕竟这是工作，对不对？他们就不把工作当回事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我真的好气呀、啊、这种我真的很不喜欢。
但是又拿他没有办法。鸭酱喜欢韩国，喜欢韩国人。不着急哥，你是韩国人吗？你是韩国的欧巴吗？不是，他们也是正式员工啊，但他们不来，老板也没有办法，你知道吧？我和小米其实也可以不想去就不去了，但是我们不能这样，哈？九号进来嘛？但是我们不能这样，我们对工作要有一份责任心啊！既然你答应了去上班，那你就要好好的播，对不对？你不能那样想去就去，不想去就不去。你这样的话，你以后出了社会，你去各种地方应聘，人家都不想要你。要是以后我有公司了，我的员工这样子，我也不喜欢。责任心的问题。哇，够白了吧？我来个散粉，把直播给阿晨播，阿晨才不给我播呢。小米来了，鸭子卷有公司，我没有，我是说如果我有公司，我也不喜欢员工这样。我说等会儿啊，小米，我化妆，等会儿。你看你啊。我来了。我猫出去了。出来。可以。阿嫂，你们关门吗？说。哎呀。哎，妹妹估计把二十。外面然后感冒了跟。下的时候，下班了，起来一时辛苦不骂跟。我还没跟他说话。哦。就我们两个呀，你以为人家来呀？就我两个傻逼啊，对，就我两个傻傻的天天去那样。老外人都像你这么有责任心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是很了解所有人，有的有，有的也没有。哥，你们说的哪个是有的呢？嗯，高三啊。你咋会？39块吧。我们远了，我拉了。谁拉不去？你是在外面？花花也不来，都不来，都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，他们都无所谓的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我和瑶瑶最近争取。然后我俩还啥好处都没有，早我俩也罢工算了。现在罢工了，没钱、啊。走，罢工，把老板炒了。不是老板炒我吗？把老板炒啊！我忘记涂眼影了。明喽。迷不迷？少变了。这个老友没事的不有日子嘞。嗯，忘记涂这个啦，真烦。我没晒视频。鸭姐可以把直播间不能带过去吧？嘿，古晒今天在上面。古晒今天呢？那我只能取一个呀。你能领我吗？在上面呢？嗯，只能取一个，怎么能取两个呢？肯定是一夫一妻制啊，对不对？怎么能取两个呢？一个老六，我把眼睛涂得红红的，像是被揍了一样，涂成熊猫眼。黑白面团都揉好之后，下来就可以做瓜子壳了。参考瓜子的纹理，这里我们就需要擀出300两黑的五张面皮，然后面皮之间刷上一层。有老色批吗？小米有狼哥。哲哥，狼哥是谁？你还知道狼哥？谁呀、啊？他们说你有狼哥。啥呀，哲哥？狼哥是小米的臭宝。女中，女中吗？哎，全民都记了。哲哥六啊，这个老六。哲哥，你在那边叫什么？天天晚上损我的那几个老六是不是你们？他妈面拉面汤。我不会。哲哥，那是支持我的。哲哥，你也去支持我啊。啊。把土先别擦掉，让它干，然后再擦，不然的话眼睛黑了。啊，好痛啊！戳到我眼睛了。先让它干，然后再擦。发际线高。对呀、啊，如狼似虎的。
不是，那是支持我的大哥。我看不说话，我从不什么，从不什么，从不不不什么，不损你。他说从不损你。你打我头干嘛？不是摸。嗯，眼睛都戳没了，我丢了。再回头见。化妆太难了，兄弟们，还是给你们待在一起舒服，不用化妆，去那边还得化妆，真讨厌化妆。英英，你不会语？你去网吧噻。啊，不会英文，我看不到我们服呢。嗯。然后再往镜子里面照一下，谢甜蜜哥的荧光棒，欢迎甜蜜哥。镜子里面看哦，知道哎，镜子，白色的大镜子。妈，别真在，在吗？在。喜欢窈窕淑女。怎么能找到你？嗯，什么找到我呀，甜蜜哥？你要找我吗？你要找我吗？哦对，狼哥，你狼哥这几天怎么不来看了不？是企鹅淑女，你在企鹅淑女吗？也来。我那狼哥他妈不是做梦呢？啊？做梦，做梦。他们他妈不是做梦。那不啥玩意儿？哎，你不还没跟他们你妈不是装的？哈哈哈哈，我那个口红好红啊，哦，太可怕了。这里，我衣服都没换跟，你要换吗？衣服？换呀。你不换我就出去了。我塞一下木料的内，然后这样拿掉。不会被抬走啊？被抬走。我把美白关了，看一下，已经够白了，不需要美白。看到没有？没有美白，没有美白也可以了，我感觉。我不放美白了，我们就黑黑的吧。不用美白也可以的，去夜店嘛？哪里像夜店啊？去夜店的话，我就要画个眼线，然后，嗯，咱没有资格去夜店，我妈会打死我。谢谢三厘米哥，他妈有你呢，还有边科呢，我妈有你还得过边科，换个衣服。起来，好吐啊，好吐。我还去弄个刘海，去那个贴膜刘海。如果刘能还弄不好的话，弄不好的话你会让你哭的。就像那次我去那家店剪，给我剪个马头。马头是什么？不懂嘛。哎，坐下来吧。哎呀呀呀，我换个衣服去。等你爱上我，可长太可太美，要多久？因为我没有看美白，哈哈，没有看美白，你要将就一下。不是，是光线，我在说。我们今天穿这个，看你把我裙子弄脏了，害我重新买了一条。就是买裤头的，哦，红门买过，红裤还闷了吧？红裤不，红裤不 A 克干嘿。我都买了。I'm sorry。哎呀，对不起嘛，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来看我，站回去，我来换衣服。我在看屏幕，我也没看你，是吧？哎，我的袋子。头发也不是。我穿这个舍不得穿这个留的。我头发很多的，看。毛毛躁躁的，刚洗完头，来试试看。那么多。哎，没电了，还有15分钟。没电了吗？小米，要顺利一点。
我不淑女吗？淑女是怎么回事？七个，没几个，都几点开播？是7:30开播。谢谢，谢谢爸爸哥赠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你要教我淑女怎么搞？别看我啊！我要把这个放下。俺说说的，我个手都，俺们不 A 不 B 不 C， 我个手都 A C。我没，我没把手放在那里呢。我这个放在厕所里面了，我不想看。就塞给你了，我们。我塞给你啊，妹。书。什么是你？我不知道。淑女是什么？淑女是什么？在小米的字典里没有。好，今天我过去，我不讲话，好吧？我就淑女一点，给你们看看。今天我就不讲话，就静静的，看你们怎么看。知道啊，20:30，你想换个？哪有？是7:30才开始开播的，现在不是7点啊，爸爸哥。多了，多了解男人的心，什么多？你了解男人的心啊？七哥，这个我不知道。OK， 走吧，你鸡蛋炸了吗？炸了，差点被姚晨吃了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我保护着你，你老利用，要不是我保护了，差点被姚晨，我充电器呢，带上充电器。拜拜，小帅哥们。啥也不是。我买龟呢，龟弄烂一点。哎呀，该被抬走了，你那个抬不走的，我们这里，而且我要穿外套呀，我又不是要这样穿着，就是跳舞的时候，但是我应该不跳舞。什么调戏我呀，哲哥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会儿我走，我就装淑女，我就不讲话，看你们习不习惯。闭上你们吧，闭上你们的双眼，本小姐要什么？腿好粗，这是因为很近啊，远就不粗了，看到没有？粗吗？看到没有？粗吗？这么近粗吗？看到没有？我这个吧，挺热乎的，这个那个丝袜太冷了，不塞子呢，你慢笨了。Kiss kiss。还装凶我，你知道我是哪个？你还装凶我？是你凶他了吗？要直接去坟头。哎呀，钥匙哥，你别吓我啊！你个老六，真的是，你个老六，灭了你！走啦，哥哥们，想要看的就赶紧跟上来。哎，你踩到我脚啦！对不起。拜拜，说好的装淑女呢？拜拜老六们，晚安哥哥们，拜拜，记得想我哟，拜拜。别想他，不想想小米哥哥。好脏，哪里脏啊？脏吗？不脏啊。哦，真的是。小手哥，拜拜，我们下播了，拜拜。各位哥们，拜拜，下次见。别拜拜，爱我，拜拜，别爱我，没结果，除非花手摇过我。走吧，老六。我指甲断了，听到没？嗯，好的。又完了。他被带不起去啊，不能带你们去啊。